走斑马线遭撞飞两米高，妇人命大，警察伤。小跑步过马路，下一秒被对向轿车撞，妇人飞了半层楼高。撞了人，驾驶紧急刹车，愣了好几秒。下车查看，心想完了，妇人飞这么高，性命堪忧。挡风玻璃裂成蜘蛛网状，可见撞击力道猛烈。警消获报赶来，发现66岁詹姓妇人仅全身擦伤，意识清楚，并无大碍，驾驶松了一口气。实在是命大。妇人说，昨天下午去永和看医生，当时路口闪黄灯，他还特别左顾右盼，确认没车才过马路。肇事驾驶没喝酒，双方也没闯红灯，但妇人走在斑马线上有绝对路权，后续肇责警方正在厘清。突发中心新北报道。